咏春白鹤的千字打套路是一个直进型的追赶寻踪连续进阶的套路，他御千字的撇横竖的手法布局，借助三步起跳连环击打，分别从左中右三门斜闪进击，结合弹踢蹬顶撞的腿法、膝法和冲弹顿抓摘压等手法，在上中下三盘马式的布局下进行中门直进的寻踪打法，故名千字打。该套路上下起伏，走闪腾挪，短小精悍，手腿膝肘并用，边化解边进攻，舒展大方，矫健敏捷，富含技技性和观赏性。身体自然站立，两手自然下垂，贴于两大腿外侧，两眼目视前方，左脚向前踏出半步，微屈膝，右脚面绷紧，向前方踏出半步，虚点地面，长虚步，左白鹤系脚，上动不停，左手立掌，拇指屈曲，右手握拳抵于左掌心，从左腋前向右前方弧形推出，止于胸前中央，两臂形成五角状，左将军挂印，目视前方。
右脚后撤与左脚平行，长平马与肩同宽或稍宽于肩，两手变成虎爪状，从胸前内收至两腋窝前，先掌心朝上，然后两手内旋，使掌心朝下，由上向下用力按压，发出螺旋劲，止于两大腿前，掌根紧贴腿面，做半月沉江，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两虎爪变成鹤翅掌，两肘后收，分别由下向上、向前、向外。右脚落地，左脚向前扑腿，身体向右转90度，左手从右胸前向左侧向下切，置于左大腿外侧，右手从左臂下方向上挑起，置于右肩前，目视左前方。脱脚叠进步，身体左转90度，左掌变成鹤头手，右掌心朝上，然后两手同时向左坐摇的动作，脚青龙滚水，目视前方。左脚尖外摆，右脚向前进一步，同时两掌变拳，左拳由外向内划弧，弓臂横在胸前，右拳从下向上回收至右肩前，随即右拳向前方击出，右肘下沉，右拳头朝上，左拳心朝下，左电母闪烁，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右拳变掌，从左臂下方穿出，在前方圈抓，然后变拳回拉至右胸前，随即从左脚臂下穿出，向前下方击出，左拳弓臂仍横下于胸前，目视前方。两脚同时向前叠进步，右拳变成虎爪，从下向上托出，掌心斜朝上，左弓臂仍横在胸前，左雷弓上竖，目视前上方。步行不变，右爪变拳抓拉，
回收至右掖前，左旋外旋里收至左腰际，然后右直旋向前击出，拳心朝下，左无功吐出，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右旋外旋，回拉至右腰际，左旋抡臂从外向胸前盖压，弓臂横架于胸前，拳心朝下，形成了霸王开弓的姿势，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左旋外旋，回拉至左腰际，右旋抡臂从外向胸前盖压，弓臂横架于胸前，拳心朝下，形成了白色盖脖的姿势，目视前方。长上式，左旋变掌，从左经右前臂下方向左前方挑起，置于左肩前，同时右臂经左向右贴胸抽肘，往右大腿外侧方从上向下，以掌刀为力点切击下削，做白鹤扫翅，目视前方。右脚向左开一步，然后左脚向左平开一步，整个动作转身180度，面朝前，左掌轻小缠腕的动作变成鹤头手，由右向左平摇，右掌由下方向上向前推脱，脚青龙滚水，目视前方。右脚向左开一步，然后左脚向左平开一步，整个动作转身180度，面朝前，左掌轻小缠腕的动作变成鹤头手，由右向左平摇，右掌由下方向上向前推脱，止于腹前，整个动作要左手缠腕，右手推脱同时完成，要用腰力做横向横出，叫青龙滚水，目视前方。右掌轻小缠腕的动作变成鹤头手，由左向右平摇，左旋由下方向上向前推脱，脚青龙滚水，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右掌经小缠腕的动作变成鹤头手，由左向右平摇，左手缠腕变掌，左掌由下方向上向前推脱，左右的青龙滚水，目视前方。右脚先进一步，然后两脚同时向前跳起着地，同时两手抓握成拳，做美女缠绣的动作，然后右拳从左小臂上方
向前方击打，左手弓臂横架胸前，目视前方，右脚先进一步，然后两脚同时向前跳起着地，同时两手抓握成拳，做美女缠绣的动作，右拳回拉至右胸前，然后右拳从左小臂上方向前方击打，左手弓臂横架胸前，做连环击打的动作，目视前方。Thank you.